等会儿再说。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小黑猫话剧团的第三部作品《你好，疯子》。请注意，任意形式的摄像和录影都是不允许的。如果看到台上好看的小姐姐、小哥哥们，请控制住自己拍照的冲动，谢谢。如果有火灾发生，请从安全出口冷静离开。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onight's performance of The Insanity. Please note that any recording of this performance, either through video or photograph,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so, should a fire go off, please exit Drama House in calm manner through the exit on your right, while everyone else is screaming in panic. 友情提示，请在观看过程中关闭手机或静音，查看手机请调低亮度。 A reminder that phones should be turned silent. If you wish to check your phone during the performance, please turn down the brightness level. 感恩所有使这部话剧能够演出的人们，也感谢现在前来支持我们的你们。 Thanks everyone who made this show happen,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 support the third production of 小黑猫 Theater. Enjoy the show. 欢迎回来。我点怎么还堵啊？怎么开心的你？走了，走了。张护士，一会儿把那个疫苗给那只泰迪打了啊。喂，西西，爸爸马上就下班了，你在家里注意安全，乖乖在家等着爸爸啊。一审判决如下：被告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1年，即日起生效。我反对，你的证据呢？你怎么就这样诬陷一个好人呢？哎。辩方律师，请出法庭。我反对，我反对。现在为您报告的是 A 市煤矿坍塌事故的情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现场异常的惨烈，受伤人数以及死亡人数还在上升，而有关人员却意图掩盖事实真相，这种行为。干嘛呢你？别动我！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是什么用？
什么令？你冷静点，我们也不知道。我他妈还想问你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什么人？兄弟，我出来。报警吧。报警吧。报警吧！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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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呢？我哪还呢？手机。当时还在我们家。手机没了。那个是后来被林公子买的呀。手机呢？我手机呢？哎，这怎么回事？我手上怎么多了个手环？我这也有一个手环。我听说监狱会给病人的手上绑上手环，以便管理。我们该不会……哎，我还知道有一个地方，应该不会吧？哎，报警！赶紧报警！报警！报警！赶紧报警！报警！赶紧报警！报警！不是，咱们这到底上哪儿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就被……这是红点儿！哎，这真的监控器，这说明有人在监视咱们。真人秀啊！鸟，不可能，电视台不可能只用一个机位来录节目的。讲话了，科学实验。1868年，警方的支付达老人用同样的方法，证明搜集了很多表情：困惑、不安、狂躁、焦虑、震惊，还有……哎，那我问你，你是否跟相关的科学机构签署过这样的协议呢？听我说完好了。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不是。那你们呢？没有。没有啊。那这就不是科学实验。那红点，你说是什么呀？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如果他们再提出要求的话，那就是绑架呀！等我一下，司机，你有毛病啊！行，先别吵，先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听你刚才说话的口气，你像是个律师。我叫马瑞，你是怎么来这儿的？我记得我是去见我的当事人，但是我见到他之后，他情绪非常的激动，他突然掏出来一把刀向我冲过去，我当时非常的害怕，然后就开始跑，后来我就找到一个衣柜，我就躲了进去，我在里面一动都不敢动，后来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他越来越近，他越来越近，然后砰的一声，我的衣柜门就被打开了。 这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晕过去了。这是我和他不一样，就我今天正在路上开着车呢，就那条路他平时都挺堵的，就今天特别好走，我就开呀、开，忽然后面咣的一下，就有东西跟我追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头就磕方向盘上了，这车玻璃也碎了，安全气囊也弹出来了，我也就晕过去了，我脖子到现在还疼呢。你说你是个司机？我是个开出租的。那个刚才那位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没事没事没事。我当时刚在医院值完班，我坐在回家的电梯里，我手里啊抱着给我女儿西西6岁的生日礼物，一个玩具大熊。我家呀在18层，这个电梯啊慢慢上到15层的时候，它咣的一下就往下掉，这我眼前一黑，就啥都不知道。哦，对了，我叫韩木山，是派特宠物医院的主治医生。医生，实验中学历史老师。大家好，我叫肖乃恩。这当时我在上课，标题都写好了，一回头，嗖，飞过黑板擦，把我的眼镜同时撂倒在地上，我是差点殉职在讲台上，所以刚一戴上眼镜，以为你们都是我学生的，哎，这弄错了，弄错了。你叫什么呀？先驱视频网特约记者李正。我当时刚刚完成了一篇兼某精神病院非人道治疗的文章，于是我就想去喝杯咖啡放松一下，可我今天没喝到几口，我就突然觉得头有点晕，然后我就看见咖啡杯里的漩涡好像突然变大了，大得像片海一样，我身边什么都抓不住，我就只好被那个漩涡卷进去了，然后是被一个女人的尖叫惊醒的。应该是是我高级公关顾问丽丽，我刚才正在逛街，我拿了件衣服，走进更衣间把帘子拉上，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下面有双男人的脚。男人的脚？我还在想呢，女更衣间怎么会有男人呢？什么呀？这个时候帘子忽然间拉开，一黑影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我看见你们，我就在。
疯掉了。这怎么是在哪儿了？到这儿了，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怎么着？对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对啊，不是问你话呢，你知不知道你哪儿呀？你别吓着，对，别吓着，姑娘，你是哑巴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对吗？你原来能说话对吗？他这个呀，应该是惊吓过度造成的暂时性的失忆症。什么毛病？姑娘，你放松，一会儿就没事了啊。各位，惊吓过度、下药投毒、背后袭击、意外伤害、交通事故，很显然，各位，这一切都是有人精心策划安排，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哎，我们赶快想一想，这帮人啊，他们到底是什么犯罪动机呢？犯罪动机？对啊，为什么？肯定是因为嫉妒，非要把我关在这儿。肯定是那个女的。是谁啊？女人。你们还是想想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仇人吧。仇人？不可能，我就不可能有仇人。我打的每一场官司都是基于法律的公正和事实的依据，所有的结果那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我怎么可能有仇人呢？除非是李大壮。王二狗。不对，张小花也不是，那是谁呢？讲话了，我是个老师啊，我的学生肯定想不出那么高智商的恶作剧。是，那你说我一个救死扶伤的宠物医生，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仇人了呀。对啊，那再说就算有，那狗也干不出来这事儿吧。对，不是，过了啊，过了，哥们儿，你说你至于吗？不就抢了那几台机场的活吗？你抢我活的时候，我说你什么了啊？不然这样，你呢，先把我放出去，钱我全给你，行不行啊？行了，你那点破事还不至于牵扯这么多人。你说，咱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细节？细节？什么意思啊？这个房间里的某些细节，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哪儿？对，看看。你们看看这个房间的布置，它像不像一个废弃的工厂？哦，叫哦，我听说过一个新奇的玩意儿，叫什么？cosplay。哎，你们说，我们是不是 cosplay 医院的病人啊？哎，别说，还挺好玩的啊！啊，不，我的意思是，这玩笑开的有点过分了。是呀，不是你们仔细听啊，这地方。一声车喇叭都没有，这他妈肯定到六环外了。倒是有些 party 会选择在这种私密的空间进行。啊，我参加过。啊，哎，你们快闻闻，有没有闻着一股消毒水的味儿？有。哎，那根据刚才我们大家的分析，基本上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是在郊区，一个消过毒的七号废弃工厂里开 cosplay 病友会。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啊。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找声音！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来！在那！兄弟，在这儿啊！那儿呢？声音！别急！第七精神病院，不是你他妈什么意思？你把我跟他们关在一块儿，我又不是神经病。先生，纠正一下，这种症状在医学上的术语叫精神病。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不是这儿的吧？我当然不是这儿的，我是个宠物医生。我也是个正常人呀、啊。我也是，我也是。哎，看一个了啊，一个个都说自己正常，这他妈就有点不正常。你他妈哪儿看出来的？不是你不是医生吗？你想办法互相证明一下呀。这我不会，我是个宠物医生呀。啊，宠物医生就不是医生了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做医生一点用都没有，关键时刻一点都派不上用。不是你胡说八道。哎，行了，别吵了，我倒是有个方法呀，来证明我们都正常人。这样，
我们每个人说一个词，别的人就根据这个词做出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好，明白。说，快，他又不会说话呀。那我先来吧。生病。他这个失语症嘛，失语症也是病。行，也是病。那我来一个吧。哎，出租车，出租车。哎，你们别误会啊。这是我的工作，我就是干这个的呀。啊，行，开车。那我来一个。上课。老师，可以，没问题。司马。带。劫犯的司马，这都是套在头上的，对吧？对，劫犯。你们这些题目呀，出的都太简单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再来一个。这样。一见钟情，一见钟情，行，这什么呀？不是，哎呀，快，行，算你俩过来，真是。到底是谁把我们这群正常人关进疯人院里的呀？就是啊，错了，是第七集的。谁在说话？不出来！谁说话？丽丽说话了？不是谁呀？谁呀？谁说话？哪儿的院长？院长？哪儿的院长？在院长。你真是，你说这样的啊？没事儿的，说这样的啊？院长，你真的是一个儿子强。没完啊！这事没完！我告诉你啊，我出去以后我讹不死你，我啊，敢电我是吧？院长，你还真电呀？都是同行，你相煎何太急？你他妈就是活该呀！什么活该啊？我说你他妈就是活该！你是不是医生？我是医生。这里是不是病院？这是精神病院。要我说啊，就该把你们这医生挨个抓起来电击。不是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我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说你们救死扶伤，你们这些医生啊，救的都是死不了的，扶的都是伤不重。就算真的生命垂危，还得去排队挂号，是不是？是，这医院有问题，医生有问题，那是我们这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吗？这个是社会出了问题，这归根结底是教育上出现了问题啊！你背景你还赖教育？哎，不赖你赖谁啊？就是这他妈哪个医生不是你们老师教出来的？哎，我教医生怎么我就赖你怎么了？你在指什么？他不是律师吗？哎，你不是管法律的吗？你们公正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呢？他们干不了那个，谁出的钱多就帮谁。不是，杀人犯也帮，强奸犯也帮，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至少我没有黑白不分，我没有颠倒是非，我没有掩盖事实真相嘛。谁在颠倒是非、掩盖事实真相啊？都是那些媒体，都是那些撰稿人。嘿，你看我们这儿就有一记者，你他妈整天一天到晚到大街上见人就问，你幸福吗？我告诉你，我不幸福，我姓马。嘿，我真就不明白了，他们怎么想出这种见人才问的问题？真的是，就是那些媒体的问题。行了，真的是，小哥你们别吵，你们吓着他了。你们说的都对，还有吗？然后呢？继续抱怨呢？继续撞门？直接相互指责，门开了吗？再然后呢？再然后咱们接着被人当成病人一样，哎，被关在这样一个病房里，在一个监控器面前被人无情的监视和控制着。咱们和操场上那些做着伸展运动的精神病人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咱们还能思考。可现在我们还要放弃这最后一点点的权利，你说我们他妈是不是真疯了？我可以，
我可以原谅大家因为恐慌而产生的这种分歧，我也可以理解大家在这种极端状况下每个人的不理智，但我想说，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我每个人手上都戴着精神病人才戴的手环，我依然相信，我宁愿相信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是正常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对，戴上这个手环呀，不能说明我们就是精神病人，我们是被人以非正常的手段强行关押在这儿，一定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对，这种恶劣的野蛮的行径完全超越了所有的道德准则甚至底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讲话了，人若犯我，我就生气。面对这种人，面对这种行为，咱们应该怎么做？予以坚决的抵抗和有力的还击呀、啊！单挑、群架、随便。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应该凝聚成一个拳头，一股力量，来警告那个监控器背后嘲笑我们的人。等我们出去的那一天，我们也要让他戴上这个手环，来到这个房间。我们要让他以最谦卑的方式向我们道歉。道歉，道歉。道歉。不但如此，我要将我们承受过的一切全部公诸于众，我要让全世界都去谴责他所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团结，团结才能拥有力量，团结，团结才能从这儿出去。团结，团结。打倒无良院长，打倒院长，还我人身自由，还我自由，拒绝在诊断书上签字，拒绝签字，打倒无良院长，打倒院长，还我人身自由，还我自由，拒绝在诊断书上签字，拒绝签字。这七个人，一块面包，谁吃谁不吃。这就是你们侵犯我们人权的一位例证。讲话了，侮辱我们的人格，还蔑视我们的饭量。哎，各位各位，这个面包呀，可千万不能吃。据我所知啊，精神病院会把这个药碾碎了，送给那些拒绝服药的精神病人。所以啊，我100%的肯定，对我100%的肯定，那个药呀就在这个面包里面。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药。虽然吧，它好像不在这个面包里，但是吧，它仍然是一颗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常用药。正常人误食的这种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副作用，视力模糊呀、听力受损等等不堪设想的副作用。我是不是又说多了？一个面包，一颗药。你们说这像不像是驯兽师手里的那块肉和另外一根高举过头的皮鞭？一旦我们吃了肉，我们就再也没有挣扎的机会，因为我们已经从人格上向他低头。不但如此，这饭还是院长挑起我们内讧的工具，而这颗药恰恰就是我们接受这点小恩小惠的代价。为了表明我们的态度，为了证明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在拒绝吃药的同时，也坚决不能吃饭。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特别是你刚才说拒绝吃药这部分，我特别赞同。哎，但是啊，这位医生，你叫什么来着？韩木山。啊，韩木山，韩木山刚才说过，说这个饭和这个药它是分开的。那么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的来看。哎，可能大家不知道，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每个人呢都有两个权利。第一呢，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就是勇敢地说不。第二呢，就是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去主张、去获得。所以说，我认为，对这个药，我们就要说滚滚滚；但是对这个饭呢，我们就可以说吃吃吃。哎，对了，吃啊！怎么不吃？你说，他们给你关在这地方。戴上这个破手环，你居然还他妈的吃他们的东西，你说你是不是真的神经病？不是，哎，先生纠正一下，是精神病。马瑞是吧？啊，我以一个兽医的专业知识向你保证，就算是啊那一只小狗一周不吃东西也能活得下去啊，更别说是一个人了，三天不吃不喝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哦，你呀，5天。不是，你什么意思你？那律师，
这讲话你肩膀头上顶那个脑袋就在显个儿是吗？别摸了，脸都掉地上了，快捡捡吧。玉树先生，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弱女子都挺不过去，你一个大男人总不比女的弱吧？就是，我这说法律依据的。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愿意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没错，每个人不都有为自己做选择的权利吗？是吧，马瑞律师？也对。用餐愉快。哎，不是，那话还没有说完呢，你们误会了。我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权利呢，既然可以主张的，当然也是可以放弃的。我是要告诉你们，我们要放弃这种权利，对不对？我当然会站在法律所保护的大部分人这边，对这个犯说滚。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谁都不要碰这个饭，我负责监督大家。对，退后，看谁还敢吃啊！吃呀！倒计时，十九，这不吃不会又电我们吧？啊，就算是要电击，大家坚持住，挺过去啊！怎么办？刚才第一次被电击，就是因为没有冷静，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相反，真的以为我们有精神病。对对对，所以这一次，咱们一定要组织好语言，组织好头绪，一个一个的聊。我先来，院长，我们不再会无秩序的跟你胡闹。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一个的向你证明我们的神智是正常的，一个一个的向你证明是你抓错了人。你们向我证明，你是谁？先驱视频网特约记者李正。院长，我觉得我今天能够站在一个病房里再跟一个院长谈我是不是精神病人，很荒唐。那我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理由去质疑你的神智是否正常呢？啊，那你的这种所谓的正常又是基于哪种科学的辩证的理论的体系呢？我恳请你点开每天的先驱视频网头版头条，你都能看见我的文章，我所有的忠实读者都能向你证明我此刻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冤屈的。你大可以继续电击我们，或者耍什么其他花样，但你别忘了，等我出去的那天，这一切都需要有人来负全责，而这个人正好我觉得就是你。李正是吧？你还记得你电脑里那个叫戴发的文件夹吗？里面装满了一篇篇你体察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呼声后编写的报道。而这些报道自从躺进了这个叫戴发的文件夹之后，就永远的戴发了。上头版的报道变成了你对当政者肉麻露骨的歌功颂德，你我都清楚你这么做的原因。而我想请问你的是，你知道什么是新闻精神吗？你的所作所为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吗？还有你刚才做的那些证明你们是正常人的小游戏，我承认你很有想法，可这样的小把戏在精神病院里是行不通的，吃药还是电击？你凭什么偷窥我的私事还对我指指点点？等等，我坦白，我招待，我就是一黑车司机，我的全名是杨诸葛狗剩建国猛，简短，那个你叫我杨某就可以了。下面呢，我将用一套我标准的工作流程向你证明我是一个正常人。点火，一档，二档，三档，四档。杨先生，玩的开心吗？开心。谁跟你玩了？吃药还是电击？我告诉你，药我肯定是不会吃的，电你敢电我一个试试？魏星辰院长是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只说过一次您的名字。我是公关高级顾问丽丽，
我猜想你无缘无故把我们这些人抓进来，一定是因为效益不好吧？这农民人，这年头啊，搞经济不如维关系。你说啊，这领导说你有病，你能说你是个正常人吗？这客户说你有病，你能说你没病吗？所以说啊，谁出得起钱，谁就是庄稼。如果你放我出去，我保证你上失政策扶持，下失企业赞助，中间还有老百姓的慈善捐助。你看，像我这么会搞关系的人，我能是个病人吗？啊，丽丽小姐，啊，你是说请你帮我们医院搞关系？要多托有没有没病的人来我们医院治病？是的。对不起，我们医院不接受正常人，吃药还是电击？那我是个正常人，把我关在干嘛呀？啊！尊敬的院长女士，你好，我叫韩木山，我今年36岁。我有一个女儿，6岁的女儿叫西西，啊，作为一名医生，您的同行，我可以向您阐述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疾病，来证明我自己没病啊。您听好了，这第一呢，精神病人多思维破裂，无法进行连贯的思维判断；这第二点呢，精神病人是不具备集体意识的；这第三点呢，精神病人多情绪波动较大，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还有呢？还有一点啊，精神病人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有精神病的。你有病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病。哎，我是不是说多了？那个院长你好，我叫马瑞，我是一名律师，所以呢，在我进行说明之前。好吧。谢谢，请开始。你有病。我反对这种无理的指责。我来这里就是受我当事人的委托，为他进行有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无病辩护。你为谁辩护？我为自己辩护。好了，院长大人，现在我有6位，当然经过刚才电击过后只剩下2位，但是他们依然能够证明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正常人。为此，我要求院方立刻撤销控诉，并宣布我的当事人无病释放。吃药还是电击？我反对。反对无效。院长大人，我觉得这种场面我只能用知识来武装自己了，那就由我来给你上一课吧。今天不讲你死不讲我死，我给你讲讲西方历史。让我把眼镜收一下。讲话了，这个英法百年战争末期啊，法国军队被英国弓箭手打的是落花流水，法军发誓在击退英国弓箭手之后，将他们拉弓的中指斩断，以示荣耀。然而法军仍是惨败，在他们狼狈撤退时，英国弓箭手高站在城墙之上，伸出右手，炫耀他们依然存在的。你是谁？我叫安西。吃药还是电击？第二次了，不能再被电了呀！连续的电击会对人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副作用，什么脑震荡、耳鸣、耳聋啊，等等不堪设想的副作用。马瑞，你别哭了，这就是你说的电击后遗症。放松，一会儿就好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哎，我也长这么大都没受过这样的苦。坚强点，大家都坚强点，不过是点皮肉之苦。别忘了，正义在我们这儿。坚持住，坚持住，就一定能看到希望。坚持到最后，咱们就一定能从这儿出去。坚持，坚持，坚持。
坚持啊！姑娘，姑娘，四肢僵硬，目光呆滞，这是典型的电击后遗症呀！比我还严重啊！看起来比你严重多了。你看看呀！这太没有人性了。就是，这完全太没有人性了。我就没见过他妈这样的。这真的是，我没被电。你说什么？我没被电。什么？他没被电、啊。难道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对付他的方法了吗？难道这个人是假冒的吗？快收起来！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把钥匙啊？他们逼你吃的？他们把你嘴给撬开了、啊。你说这一定是暴力胁迫？不是，你自己倒是说句话呀！难道是你自己吃的？啊，完了，默认了。讲话的你。不是，哎，对不起，我只是怕再被电。我看到你们一个一个被电，我真的很害怕。院长说了。行了。他说吃了药就不会被电了，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们被电，以后的药都我吃好吗？我向你们道歉好吗？对不起，对不起。晚了，晚了！他们现在已经突破了咱们的心理防线，咱们刚才努力创造的一切都完了。你叫什么名字？安西。哦，安西，安西。我真的很用力的，用我的思维去揣摩你的逻辑，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怎么能在大家最艰苦卓绝的时候，眼看就要看到希望的时候，你选择抛弃我们？那你当初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进入我们的队伍，现在又因何如此轻易的背叛？安息，安息，安息！你在抛弃我们的同时，你也被自己放逐。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我之间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呸！其实法律上没有叛徒这个罪名，但是依然无法阻止我鄙视你。哼！呸！呸！哎，过分了吧？她只是个小姑娘，她就是不想再被电了，跟你无关吗？她的背面是一条由人民意志组成的道德底线。你可以沿着这条线走一走，感受一下人民在哪儿，正义在哪儿，你选。安西，如果一会儿出现什么幻觉，别怕，那都是假的。放松，放松就没事了啊。记住，离我们远一点。杨某，把他关到那个给叛徒准备的牢房里去，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好了好了，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的队伍内部已经出现了叛徒，因为他的背叛导致我们刚才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被篡夺，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反思反思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至少我们不能再被电了。再电真受不了了，不能再被电了呀。医生啊，告诉我精神病人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啊？这个呀，这第一点呢，精神病人是不能进行连贯的思维判断的。这第二点呢，精神病人是不具备集体意识的。这第三点呢，精神病人喜怒无常，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啊，还有一点啊，精神病人是绝对不会承认自，不好意思，突然忘了。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推断？如果我们有一套集体的、有秩序的行为，可以向院方展示我们的神智是正常的。那要比一对一的跟院长聊更有效吗？有道理。对，大家想想，集体的有秩序的行为，集体的，这个来套军体拳怎么样？我在部队待过，我教你们打。讲话了，有点节奏感好吗？多少有点美感吧。那你出来跳个舞呗。你怎么不跳了？他妈再说一遍。对对对，集体舞。集体舞。集体舞。我想想啊。印度舞，印度舞学过哦，那见过，明白，快来吧，动作服带着你一起跑啊！哎，怎么听话呀？
起床了。哎呀，这怎么跳？预备起。啊嘿呼哩呼呀吼声，嘿！啊嘿呼哩呼呀吼声，嘿！啊嘿呼哩呼呀，没反应呢、啊，哎，动起来，动起来，动作多大点？对着摄像头，对着摄像头啊！啊，动起来，动起来！啊嘿呼哩呼呀吼声，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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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嘿呼哩。呼呀呼声，嘿，阿里呼里呼呀！好了，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马上！哎，比方说，这儿他妈就是一个监狱，我们他妈就是一帮犯人。你告诉我，监狱里的犯人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让狱警到牢房里来的？一般是出现如下情况：集体性恐慌，然后无故聚众，啊，打架斗，还有斗殴。斗殴，韩医生，去跟杨梦打一架。我和他打一架。嗯，你让我跟他打？算了，我怕他打死了。哎，夏老师，你下。不是，哎，我不敢，我凭什么跟他打呀？是啊。因为韩慕山他骚扰丽丽，你见义勇为。我见义勇为？性骚扰？这是什么性骚扰？我这脸还要不要了？你跟他摸我！这！坏坏呀！你戴着眼镜啊！坏！哎，打架了！哪里是帮忙朋友？啥帮忙朋友？非常好，据保证。打架！打起来！没人的！没啥回家吗？要我教你怎么打吗？想不想从这出去？想啊！真的！打架了，管我呀！你看呀，真快死了！打呀，打起来了！加他真枪，快打！加他真枪，掐死他！往死里掐！掐呀，真枪，掐死他！往死里掐！滚开！深呼吸，没事，滚开！你怎么打人呢？你他妈还杀人呢？我这不演戏吗？他快真死了！我们不是故意的呀！别说了，那个，我们离胜利只差一步了。那个大家，镇定冷静，别慌了啊！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要团结，团结才能有力量，团结才能从现在开始，谁？都别再他妈跟我提什么团结！二零三班长，开饭！我们，杨某，你不能吃，那是诱惑，杨某，真的你不能吃，那是诱惑。我告诉你，一旦吃，吃药到第20、19。杨某虽然枪的是我们，但是真正的罪犯是他。对呀、啊，是李振。我没动手，你那是脚夫罪。11，你怎么就不承认了呢？承认什么呀？是你掐的呀！演戏呢？拿着，没跟上演的戏啊！五，怎么？是，我猛气，我动手了。2、1。应该是又被吓的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别担心啊，以后只要以后我在，这种事情它绝对不会再发生。杨某，我们两个想就之前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和我解释？对。说话你在那。哦，谢谢你的提醒。韩慕山医生，作为刚才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校长有话跟你说。哎，韩慕山医生，我一个人民教师的名义发誓，
我真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我发自肺腑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韩慕山，你也知道我们是在被那个人的胁迫之下才对你做出这样的伤害，但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对吧？这还不严重？我们已经将功补过，再鞠立功了。你看，我们让那个真正罪犯刚才已经得到他应有的惩罚。对呀，所以我们想请你，哦，还有见义勇为的杨猛先生，接受我们的道歉。医生，啊，接不接受啊？这我不可能，不可能不接受呀，是不是？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啊，来握手，握手，热烈一点，热烈一点，啊，拥抱。拥抱，哎，是不是？过去了啊，这件事就过去了。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不提了。杨猛先生，您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呐。哎，你不用夸我，我这人呢，最看不惯两件事。第一呢，是这个欺负女人；第二呢，就是欺负人。我这个人什么特点？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二零三警房，办了要封二人。就我说吧，这饭该吃还是得吃呀。对，这不吃怎么有力气逃出去呢？没错。来，拿去分吧。哎，好，我来，恒山医生。你先吃一点。哎，女士优先。哎，我也是这个意思。来，雷警，别客气，我也吃啊。Thanks for dinner. You're welcome. 你看，饭就这么解决了吗？至于这个药，来。啊？不是，这我。哎，拿来。什么意思？哎。哦。还以为让我吃药呢。李正，起来。李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吃过了。有的人还不敢看吗？道歉了，原谅了，站队了，有组织了，清白了，高尚了。我头一次觉得我的人生这么有意义。看我一眼。自己灵魂就被净化一次，干净，真干净，干净我他妈都脏了。李正啊，我跟你说，这个药呢，你要是今天不吃，我倒是可以灌你吃，但是这个药是我今天灌你吃的话，我他妈就天天灌你吃。跟大家道个歉吧。对不起，对不起，都听见了啊？听见了。我他妈觉得挺诚恳的啊！这，哎呀，来，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啊，有什么事儿就解决嘛，没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对不对？一个个又这么尴尬呢啊！那我说这事行，没事了吧？没事了吧？过去了啊？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律师？没有。没有就高兴点，笑一个啊，笑一个，高兴点，笑一个，笑。哎，这就对了，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呢，最相信缘分。我们他妈能够在这儿，那就是一种缘分。是不是？哎，
我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啊，咱出去以后，这关系别断了，我们得加强联系啊，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出去以后呢，我组个局啊，咱等有空了找地儿搓一顿啊啊，再喝点酒，都喝喝酒，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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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喝酒啊啊，来点洋酒，喝点 whisky。哎，我那个平时都是喝红酒，家里还有几瓶法国波尔多马哥庄的红酒没来得及喝呢。等我们出去之后啊，我就请杨猛先生，啊，当然还有在座的其他人一起到我家品尝品尝。哎，算了算了算了，啊，那红酒有什么好喝的，酸不拉几的。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就好这点皮的，哎，皮，就我平时开车也喝不了。我每天一收班是吧，就在小区楼下整点串儿，整两大腰子，脚踩一箱凉啤酒我就开始喝，是吧？喝喝喝完了，我还是喜欢找地方运动一下，你们知道吗？运动，就是我还喜欢找地方整两杆。哎，我也喜欢整两杆。你也喜欢整两杆？对对，这个特别好。哎，我跟你说，我的身体就一般就是70多杆，七十多个啊！讲话，你有没有打出过那个？Birdie 小鸟球啊！哎呀，偶尔，要么我肯定不如你，偶尔一两次吧。啊，哎，你也打球是吗？我打不出 Birdie 呀。啊，你打球？哎，要么，哇，好消息，我们有球友了，哎，以后出去之后啊，我们可以一起打打球啊，旅旅游啊什么的呀，哎，好好好，对吧？哦，啊，我觉得我们出去之后啊，最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应该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嗯，对，哎，丽丽小姐这方面的专家，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但等出去了，我就给大家做个方案。哎，你看看，可以啊。哎，我是什么意思呢？哎，我是觉得你看，我们这里各行各业的都有，你看这每个人的职业他都。哎，安西还没问，安西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以前在银行工作，金融界的，管钱的，看我。司法界的，啊，教育界的，哎，不敢不敢不敢，哎，你看传媒界的，医疗界的，哎，就连交通界的都有，哎，对对对，好，我出去就帮你开车。哎呦，就等你这句话了，你放心吧，我们基金会一定保证让杨猛先生成为本市公司最高的司机，有奖金。走啊，走啊，出去啊，都愣在这干嘛，有意思吗？走啊，你们他妈现在出得去吗？啊，就是随便聊聊嘛，大家不都是因为出不去吗？是不是？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真的，再过两个月，不对，当我生气了是吧？啊，我玩呢，好不好？开玩笑逗你们玩呢啊！开玩笑，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哎呀，杨文，你真，哎，真幽默呀！哎，吓我够呛。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哎呀，信了是不是？是不是信了啊？开玩笑逗你们玩啊！开玩笑，我还真像呢，真像。你们也不想想，我哪来那么大脾气啊？我就一开黑车的，这哪来的都是客，都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对不对？哎，你们再想想啊，我开一黑车，人跟我要发票，没有，骂我一顿就算了呗。还有那种，哎，不见发票不给钱的，拉车门就走的，你说我能追上去给人家打一顿吗？这肯定不能啊，不能啊，对不对？其实吧，我这个人呢，就特别热爱我的工作。哎，我呢，就他妈喜欢开这个黑车啊！我每天只要在路上，我就高兴呢，我就开呀，开呀。不是，这条路怎么他妈就这么个堵呢？啊！哎，我一身毛病也就这样出来了，是吧？这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腕关节综合症。我他妈难受啊！哎，啊，杨猛，你冷静点，别老开玩笑。不是，你们医院盲人按摩做怎么样了？我们是宠物医院，没有这个部门。来来，
我今天呢就请你帮我个忙啊，多少钱你算清楚了，我出去就给你啊。你们，哎呦，旁边那个三甲医院平时挺忙的，我他妈也挂不上号。今儿呢，我就插个队走个后门，行不行啊？行行行。你一个个又这么尴尬呀，我得想个办法。那个老师啊，到。我这个人呢，平时也没什么爱好，就他妈喜欢听评书。你给我来一段呗。不是杨门，这讲话老大姐也是个历史老师，哎，说评书这有点。他妈的，这哪段评书不是历史故事啊？让你来一段就这么难吗？大瑞，杨门他说评书算历史，行吧，那就简单给家上一课。讲个历史故事吧，我多少年我就，哎，那蒋浩，家里锅底被萨丁王国缺席判了死刑，缺席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不在场。你听过评书吗？听过呀。你听听，这他妈算评书吗？啊，懂了。啊。话说这加里波第为什么缺席呢？是因为这加里波第家里拦了一大波快递呢，还是加里波第的马车今天限号呢？抛出了两个疑问，且听下回分解。完了哦，还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所以说你们他妈这帮死读书的就是没用，关键时候老子就指不上你们，滚！臣告退。那个律师啊，不是那，我不喜欢历史，也不喜欢评书，说不了。哎呀，这古话说得好啊。说这个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他妈这么能说，你给我唱一段呗。不是，我还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是那人这么多，我你还害羞呢啊？不是，我给你鼓掌，给你鼓励行不行啊？不用，我唱。I'm to say goodbye, Poesy, Kalenome. 哎，什么玩意儿？哪一声？有点高级啊！你给我整个通俗易懂的。行。Baby, oh, like baby, no, like baby.、哎、妈，这英文我也听不懂，你给我翻译一下。宝贝儿哦，喜欢宝贝儿哦，不喜欢宝贝儿哦，我知道你会是我的，我知道你在乎我，我知道你。哎，妈，什么钱？唱的什么玩意儿？哎呀，我呢，给你来一个我开出租车最爱听的歌啊。都他妈给我听好了。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都他妈愣着干嘛？一起唱啊，我喜欢合唱的感觉，听到没有？赶紧的。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春天里，297，298，299，100。哎呀，休息半分钟，再来一组啊！还练啊？你们他妈就是欠练啊！想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天起码10组，
这做不出来，教官他妈往死里打。区别在哪？就是练过。不是我说，律师啊，你们官司一打就是六七个小时，这他妈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可能是没吃饱。哦，没吃饱，那我吃的比你多。这倒没有，谁吃的不是一样多啊？你那么喜欢吃，那明天的药，这不是杨某我。杨某，你看是不是该找院长谈谈了呀？我心里有数。杨某是该找院长谈谈了，这都十多天了，不闻不问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我问你话了吗？啊？懂不懂规矩？让你说话了吗？后天的药谈，我是肯定要谈的，我都想好了，我今天就约。但是呢，我跟大家训练也挺辛苦的，先让他们送七个脚盆进来放松一下啊，明天在这儿再装个大电视，大家看看电视放松放松。至于大家这个反映的这个伙食问题啊，我感觉吧，应该是院长呢不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啊，所以呢明天让他送一口大锅进来，大家喜欢吃什么就煮什么啊，喜欢吃什么自己说。杨某我想出去，菜就青菜好了啊，营养均衡我喜欢。还有呢，杨某，我们想出去。肉，牛肉，我最爱吃牛肉了。杨门，我们说我们想出去。行了行了行了，听见了，当我聋了。李正，报数。1、2。不是马瑞，你张嘴没声音，你他妈没吃饭是不是啊？重新报数。1、2、3、4。李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李正，稍息。李正，正步分解动作一。下面呢，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知识点啊，人类进化论，开始。不是我说。在我管理的这段时间内，你们谁过得不好吗？啊？谁少吃饭了？谁多吃药了？谁被电击了？哎，从一个猿一步一步进化成一个人，容易吗？不容易啊。说话的能力来之不易，你们珍惜了吗？话是想说就可以说了吗？啊！你小动作有点多啊！大后天的药，原地休息。哎，一个个就是欠练，练完了就规矩。哎，行了，一个个的也别愁眉苦脸的了啊！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一下，跟你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啊！什么消息？哎，跟你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我了解你们每个人的想法。啊！你们每个人心里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清楚吧？啊！但有些事儿，光想想有用吗？要拿出实际行动，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今天我就带头走出这第一步。做什么？什么第一步啊？啊！哎，这啊！丽小姐，嫁给我吧！这都他妈愣着干嘛？打打气啊！给点鼓励，给点祝福啊！在一起。
我明白，你们现在每个人的心里多少有些不好受，但这能怪我吗？要怪，只能怪你们自己不够勇敢。哎，我都想好了，为了避免以后的尴尬，我呢，让院长在这儿给我们俩盖一个单间啊。今儿我心情好，你们想要什么都尽管提啊，我都满足你们。杨总，我想出去。告诉你啊，这就咱的不见。我要出去给我女儿过生日，我答应她了，我要在她生日那天带她去游乐园给她买生日蛋糕呢。这我太久没见到我的女儿西西了，我一定要出去。你他妈的，你别忘了，你的命还是我救的。我从来没有否认是你救了我的命，但你不能剥夺我见我女儿的权利啊。就是因为我感激你，我无条件无底线的配合你，但是杨某，你的胡闹实在是有点过头了，你把这当成了你的王国，当成了你的宫殿，你可能根本就不想出去，你内心的自卑让你无法面对外面那个真实的世界。杨某住手，你是因为你自己一个暴君的话要被押送到法庭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莫瑞，莫瑞，杨梦婷，你太可笑，这是精神病院。李振，你看呀，他在这书柜头，他上面新闻头条，而他这种人，那花边新闻都上不去，他就是个白痴，你明白吗？就是个啊！够了！你个杀人犯，这里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师傅，我要去的是白马，你怎么跟我在动物园呢？多堵的路还开呀？该舍不得了吧？啊，你哥哥，对不起，别往心里去。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一致推举我们三个人成为这个203病房新一届的维权代表。好，谢谢。谢谢。哎，那接下来向南，来，在我们行使权力之前，现在总结一下，对，总结一下，没有对过去的总结，就没有对当下冷静的思考。对，在刚才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是彻底粉碎了来自统治阶层的压迫，迎来了人人可以抒发自我的历史新篇章啊！鼓掌。鼓掌。虽然吧，作为历史的罪人，但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吧？所以杨门讲话了，你来说两句吧。哎，通过刚才大家严肃深刻的教训，我呢深刻意识到了我就是历史的罪人，我呢在历史的道路上走跑偏了，感谢大家把我拉回正确的道路上，谢谢大家。还不够深刻啊？是啊，是吧？特别需要提出的一点呢，是由于我之前的不当言行，对广大妇女同胞呢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尤其呢是对丽丽小姐，在此呢我想对丽丽小姐进行郑重道歉，希望能够获得她的原谅。啊，丽丽小姐，对不起。我接受你的道歉。啊，这个接受了就好啊。那我们就热烈欢迎杨猛同志回到我们这个大集体的怀抱。欢迎。还有啊，
虽然这个李正同志在之前的领导路线上也出现过重大的偏差，但是他在刚才的斗争当中还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呢。所以啊，我们就请李正同志也来和我们说两句。嗯，我深刻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争取好好表现，大家共同监督，我们早日从这出去。嗯，好，可以，可以，好。那我建议啊，咱们接下来就药物分配的问题进行一下讨论。对，作为一名医生呀，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药呀不能乱吃，也不能呀看谁不顺眼就让谁吃。对，毕竟啊，这个药还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我们一定要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对这个药物进行分配。对，哎，但是呢，我们三个作为咱们这里选出来的三个维权代表，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保持着这个我们头脑的清醒。所以啊，这个药我们三个呢就替大家吃。鼓掌，鼓掌，掌声很热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有关于这个饭的分配问题。嗯，在刚刚分药的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个不可避免无法挽回啊，也就是理所应当而且大快人心的结果。对嘛，所以接下来我认为我们在分饭这个问题上要严格按照刚才分药的原则来进行分配。哎，对对对，马瑞说的完全正确。真他妈贫。杨猛同志，你不是想说的吗？哦，没有没有，坚决服从领导安排。你看看，我大家都要学习杨猛同志认真进取的态度。好，那接下来我决定这个饭我们三个不吃了，分给大家。真的呀？太好了太好了。小花花，说这个饭和药我还准备分一。你个老死的差不多得了。你叫我什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听别人的发言，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哎，安心，你说两句。和大家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和睦，我特别开心。你听听，这才是群众的声音嘛。我们做领导的要少说话多办事，不要一天乱说话。我说啊，你说啊。首先啊，非常感谢三位代表为我们做出的无私奉献。不客气。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关于出去的问题怎么解决？出去，这是个关键问题。对对，哎，好，那接下来我决定，我们将紧密围绕着如何出去这个话题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激烈讨论。欢迎每一位啊，大家都踊跃发言，好不好？哎，那讲话了，不是你，你让我踊跃的，我哎呀，既然是讨论，就要讨个个人喜欢，并说出个一二三，对吧？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要有力出力，有脑出脑，献计献策。那我先来献这一计。嗯，回望过去，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暴动、聚饭聚药、文艺汇演、体能训练，讲话了，这还有人类进化。但这些均均不奏效啊。嗯，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考虑一个新的带大家走出去的方式。嗯，没错，我的计献完了，谢谢大家。哎，不用大家。那我就紧接着肖楠来给大家献一计啊。我啊，作为一名医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一般来说呀，他们院方是很难改变他们的诊断结果的。当然啊，我们都清楚咱们是没病的呀，但是这个院方他不承认呀。这个呀，就是摆在我们和院方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嗯，写完了啊？好计呀！那接下来，我就将就着两位代表这个献计，我来一个将计就计。将计啊，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但我就换一种方式告诉大家。这样，我先提问，我要问一下韩木山医生，请问一个被医院确诊的精神病患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出院的呢？这在他被治愈的情况下就可以出院了。非常专业的回答。那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各位，
如果说我们想要从这里出去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假设我们自己就是精神病患者。你这马瑞，马瑞，这作为一名医生，你这个办法毫无道理啊！马瑞，你他妈出的什么破主意？你脑子去哪儿了？马瑞，你这个不是一个具有逻辑性思维的律师会想出办法呀？马瑞，这什么意思呀？我们又不是精神病人。马瑞，这计划没有任何可行性啊！我这只是假设，关键能不能出去，还要看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向院方展现，虽然得病，但是已经治好了。但院方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会认为我们已经痊愈，那病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呢？哎，有点痛。大家不要忘记，韩木山刚才说过，说任何一个医生都是很难改变自己的诊断结果。你们想想，现在有哪个医生认为错是在他们那一边的呢？肖乃恩刚才也说过，我们刚才所有的失败，都是源于我们用一个正常的逻辑去思考，去对待。你们有没有想，我们用那些自以为合理的方式在面对院方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是他们无情的迫害，是他们疯狂的电击啊。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认为我的这种方法是一种妥协，是一种低头，但是如果这种方法能够让我们出去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勇敢的试一试？是啊，对对对，对不对？对，马瑞说的完全正确。对了，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假装自己是疯子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虽然我们不知道院方的康复标准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环境，面对院方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和态度是什么？我们当时的做法直接就被院方认定为是精神病患者的正常表现。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要我们再次面对那个环境，再次面对院方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赞美，是顺从，是安详，那么院方就一定认为我们已经康复了。哎，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咱们应该向院长啊展现出咱们自己对这个病情的反思呀、啊、咱们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给爬起来。哎，那讲话了，我们从哪儿正常，我们哦从哪儿不正常，我们就改正常。哎，没错，总算说对了。对嘛，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到法庭上的一种举证方式啊，还原现场，情景再现，情景再现。就这样，小心别掉下来。
点小心点。哎，来，各位，麻烦问一下，咱们这是在哪儿啊？不知道。那咱们又是怎么来的呢？不知道。那他妈就待这儿吧。哎，这儿有个死人。哎呀，哎呀，没有，睡个觉，打个盹儿。哦、这眼睛也长肉了。对了，这什么地方呀？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真不知道。啊，天哪！那咱们来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它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吧？对，好，看看。哎，你们看这个铁丝网，它好酷炫呀！酷炫。哎，你们看这个地毯，它好干净啊！干净。哎，大家看这个墙的颜色，它好后现代啊！后现代。好，这个。看这个灯光，它。好明亮啊！哎、哇，这个可以。你看那个门，它好好恐怖啊！报警吧！报警！我手机呢？手机呢？哎，我的衣服！我警告你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会被我如实报道。还有我的衣服呢？去你的！你怎么给我换成这么丑的衣服啊？我死了！我西装了，真的是。我的手机呢？我的衣服呢？谁给我换了这一身破衣服？我要出去，你听见没有？我的手机呢？我的包包呢？哎呀，衣服怎么不见了？我的高跟鞋也没了，怎么都不见了？谁抢了我这些东西，把我关在这儿的呀？想忘了，我的手机呢？我的衣服呢？这黑飞了黑板擦也不见了呢。是啊。哎呀哎呀哎，我赶紧报警啊！手机报警，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不是，我的礼物呢？我的那些东西呢？咱们这又是在哪儿呢？对呀，赶紧报警！报警！我叫安西，我是精神病，我是疯子。哦，我是精神病，各位，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抢劫吗？哇！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啊，原来是个电影。电影？电锯惊魂。哇！哎，你们快看看，身上有没有这个手术刀留下来的伤口？手术刀。哎呦，没有，真没有。哎呀，那就不是非法器官贩卖。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呀！那有个红点儿。哎，红点儿，这是监控器，这说明有人在关注。哦，真秀。No！科学实验？嗯，那你说是什么呀？快说呀！这是绑架呀！绑我一司机干嘛呀？这里是精神病院，我们是精神病人。我说呢，怎么会戴上这个手环？我有可能就是精神病人，对吧？对，你说呢？不是，我之前院长。我知道错，我刚不该笑的呀！哎呀，我怎么能笑？笑他不是真的有病？哦，我是病啊！院长，我有病，给我药吃，给我药吃！院长，出来啊！院长，给我点药吃，我有精神病，我要吃药！给我点药！院长，我要吃药！院长，院长，我吃药！院长，我有精神病，我是有精神病。找到这个人，你们就可以走了。好，什么？是。现在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我认为这正是在我们领导机构的努力之下
院方才给出了如果出去的正确方式。这是有关管理层的，方针紧密而又分不开的。没错。哎，我想说一点啊，刚才啊咱们这里所有人演技都非常的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吧。掌声鼓励鼓励。但是这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情流露，从实际意义上讲他才是那个疯子。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个疯子来拯救我们所有人。没错。所以刚经过我们管理层细致的考虑，我们正式宣布，这个疯子就在你们四个人当中。什么意思？我们四个什么什么意思？问一下，这七减三不类似吗？就是刚刚院长明明说是七个，怎么现在又减三了呢？哎，丽丽小姐，这个我们三个呀是咱们所有人选出来的三个维权代表，我们把药吃了，把饭给你们吃，这我们可能是疯子吗？当然，我还是非常感谢三位代表为我们做出的无私奉献的。但是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来讲，你有哪个正常人不抢着吃药？哎，还是给精神病人吃的药呢？哎，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管理机构的大公无私，也证明了我们具备正常人才有的牺牲精神。对，弟弟呀，你是展现你那崇高的道德感吗？你这样说话毫无人性可言。我不是你的病人，也不是你的当事人，更不是你的学生。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对我进行评判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我有权无视你们的评判。这丽丽小姐，你有权保持你抗议的态度，但是同时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也许保持沉默才是你不被我们认定为是精神病患者的唯一途径。这话我怎么在哪听过呀？这不是我们先驱视频网政治专栏用来批判敌对党派的惯用言论吗？那既然话都这么说了，那我就要提问了，你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在院方还要派任何一位医生在跟我们面谈之前就决定精神病在我们四个当中？李正先生，作为一名医生，我来和你谈。你能代表谁？我医生，我能代表院方。你能代表院方？那我能代表我们这里所有人。你凭什么代表我们所有人？我们三个是所有人选出来的维权代表。你还记得你是我们选出的代表啊？你有曾经代表过我们任何利益吗？韩木山是我们这里受伤最严重的，你左一次右一次伤害他，你忍心吗？哎，刚刚是谁在那儿要亲手掐死他的？现在正义凛然了是不？哎，我怎么记得刚才有人卑躬屈膝的请求我们原谅呢？杨门，这事不是不提了吗？谁先提的呢？你那些历史故事也不暂时搁置了吗？你他妈敢提的？试试。够了够了够了，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就不从宽处理你了。哼，丽小姐你误会，我们的意思是要从严处理你们的抗拒。我今天就站这儿，我倒要看看你们三个谁敢处理我。我们公正的法律，神圣的道德，人权的尊严。呸呸呸呸呸！哎，你这个女人，你看，哎呀，你看这个女人，这个陪我们三个为他们吃药代表的脸，真是，哎呦，真的是，你看这个女人，哎呦，真的是，行了，丽丽小姐，基于刚才你这种反常表现，基本上可以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害怕暴露自己就是那个精神病患者而做出的反驳，所以丽丽小姐，你就是那个疯子。对，院长，对，院长，这快来看看，他就是那个疯子。院长，你赶紧到这个病房里看看吧，你进来就知道谁是精神病了。肖楠，问你个问题。问吧。你说，院方会介意我们多选出来一个疯子吗？历史的唯物主义告诉你，各种手段，各种措施。只要目标是对的，那就是高尚。没错，历史的列车要前进，挡在路上的小草小花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为了防止破坏我们运行的秩序，讲话了，碾过去。
撵过去。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秩序。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再包庇他了。难道你们想跟他一样被认定为是疯子吗？包庇罪在法律上的量刑等同于从犯。从犯包庇，收起你这套危言耸听把戏吧，马瑞律师，你根本不配做我们的代表。我反对，反对无效，因为现在是我们在反对你们。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家，我们代表的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代表不了这里的任何人，因为疯子在你们当中。哎，李正，一个曾经试图杀死我，现在又能这么理直气壮的人，李正，你是不是疯了？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疯了？一个刚刚被我救了命的人，现在说他的救命恩人是个疯子。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杨某，曾经一度我们还可怜你的悲哀叹息的命，其实你对我们做出那么多疯狂的事情，我们依然选择原谅。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就是那个疯子。对，你们的逻辑都基于你们自定义的道德、正义、尊严，你们的逻辑反驳了你们原先，你们才是疯子。这伙道德、正义、尊严都出来了啊！刚那伙在想什么呢？不一直在歌功颂德保护我们呢？现在想冲到我们后头，你们是不是疯了？刚刚还高高在上，怎么现在都憋红了脸在跟我们诡辩？因为你们心里怕了，你们怕了才会想去迫害我们，迫害我们，再栽赃吧，各位，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他妈现在就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疯子在你们三个人当中。你就在你们三个当中，你们三个人就在你们当中，我腻了是吧？啊，他是什么？疯子啊！这是什么？就是你，就是疯子，你们打死你！我打死你！安息，谁呀？谁呀？好了，
控制不了他了。谁说的？好了，我受够了你们的健忘，也受够了你们的游戏。你们每次来到这儿都有着接近相同的表现，我不想再陪你们玩下去了。我请你们好好看看这个环境，看看这张床、那些箱子、那堆铁丝网、那个摄像头、那个数字。你们难道真的不认识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收拾好思绪，好好想一想。韩木山医生，你是不是有一个名叫西西的女儿要过六岁？你怎么知道的？那我请问你，她去年多大？六岁啊。前年呢？六。有哪个人会永远都只过六岁生日？肖乃恩老师，你说你教历史，那你教哪个班级，在哪个教室？你的教案放在哪张桌子上？你说你一醒来就在讲台上，那你有家吗？你的家在哪儿？马瑞律师，你在法庭上为你的当事人争取权益？对啊。那我请问你，你打的都是些什么官司？刑事案还是民事案？这不重要，只要我知道我是在为别人辩护就可以。那你在为谁辩护呢？他是原告还是被告？他是男是女，你总知道吧？我莉莉小姐，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能够在第一时间记住别人的名字？是的，我已经承认长。可这一次我根本就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名字。你是个公关经理，平时一定要签很多合同吧？你还记得你最近签过的那些合同吗？谁是甲方，谁是乙方，合同的内容是什么，你都还记得吗？还有你经常提到的那些奢侈品，他们在哪儿？你真的拥有过他们吗？杨某到。作为一个退伍军人，你能告诉我你的军装尺码吗？你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条永远堵车的路，堵车的原因永远是前方有车祸。那我请问，那条路呢？这世上有哪一条路会在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发生车祸？你为什么永远都要走同一条路？你的乘客为什么永远都只去同一个地方？李正，你拥有记者完美的思辨，可是很遗憾，你一直为之服务的先驱视频网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谓的那些报道也从来都没有被报道过。你是谁？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相信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你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虚拟的。我能理解你们对于这个真相的反抗与愤怒，但是相信我，这一切终将过去。我想请你们捡拾起头脑里的记忆碎片。你曾经是一个银行职员，家住丽景花园8号3单元620。你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你没有孩子。我想请你们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我是孙熙。安熙，安熙，我是安熙。听话了，如果我是安熙的话，那谁是那个三尺讲台迎冬夏，一支粉笔写春秋的历史老师肖乃恩啊？每天我都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然后：同学们好，今天不讲你死，不讲我死，我给你讲西方历史。四大发明：进步杠杆、买船航行、证实地缘。查理一世挑起内战，文艺复兴呼声震天。法国革命历时5年，北美拓殖总共13。莱克辛顿枪声一片，总统国会独立宣言。如果我是安息，谁要说得上历史上这些重大事件？安息是吧？安息就安息，我还想成为安息呢。安息啊，这眼睛
800多度，这一摘下应该看得见呀。主的院长，您刚问什么来着？教案，教案，教案在哪儿？脑子里，脑子里呀、啊。讲话了，我不用拿教案，我每天回到家，我回到安息呀、啊，我想回家。安息是吧？那就是说我是假的呗。那就是说我没有被教官打骂，被战友嘲笑，最后从部队开除。也就是说我没有开这个黑车，睡澡堂子，吃盒饭，最后被女朋友甩，我舒服多了，我舒服多了，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开心多了。你们这不是医院吗？报个忙，看这儿，就这儿，这根筋十几年了。反正吧，我就是开车，时间久了，我他妈疼啊！你现在是想告诉我，我脑子里的这么清楚的疼，都他妈是假的吗？啊？我求你了，你别闹了，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安息？你体会过在半道空无一人的冷清吗？你理解因为既是女人又是领导，既要被人评头论足，还要付出更多努力的憋屈吗？不，你不会懂，因为你没有坐到过我这个位置上。我问你，你带过用第一笔项目奖金拿下的凯蒂尔手表吗？你试过一周只喝果汁，只为了穿下一件零码的长礼服吗？你拿到过私人晚宴的邀请函吗？若不是我日夜不眠的努力，又怎会拿到今天来之不易的光环？我幻想着有一天，我能把所有的人请到一座城堡里，穿着镶满水晶的金翅膀，牵着爸爸的手，向我命定的那个人走去。我会向全世界人宣布，我，莉莉，终于过上了我梦中的生活。我终于找到我的命中注定。可是我连第一个项目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假的，都是假的。安息，我求你了，我不相信，我还想继续做梦。安息，如果我是安息，
那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每次在法庭上等待法官宣判的时候，我都会攥紧我的拳头，我都能感觉到掌心的汗快要从我的指缝中溢出来了。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每次在等待法官手中那把法锤落下的那一刻，那把锤子就像是敲击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上气。直到有个声音突然出来跟我说，你胜诉了。这时我在大口地呼吸着这充满了幸福的空气，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啊。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有人质疑我的时候，我都能脱口而出反对，但就在你质疑我的时候，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我为什么就同意了南希？为什么呀？我明明从来不会败诉的呀。开除了，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兽医，假的，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但是我女儿她不行呀，西西她才那么小，她才6岁呀，西西还要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毕业，找工作。西西会越长大越漂亮，越长大越好看，直到有一天，他会领着那个把他心给偷走了的小混蛋到我面前说，爸爸，我要结婚了。那是我幻想了无数次的场景，但是你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西西是假的，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一直以为，上帝在造我的同时赋予了我天赋，所以我才能轻易洞察所有的谎言，能轻易洞穿所有的。于是网站上的政治专栏变成了我的战场，每当我在键盘上敲打出一连串近乎苛刻的一针见血的评论，我就好似看到那一幕幕充满着剥削暗藏着杀机的那些丑案的生活在一点点的崩塌。象征着希望的光正在真切地照着这个世界，我的心中能真切地听到神明的欢呼声，那是给我的欢呼声。在终于写完这控诉的血书之后，我会开上车来到这座离城市不远的小山的山顶。我打开车窗，窗外无风。这时候，我想喝点酒。在我的想象中，那些高处的人们口干舌燥的辩解，变成了我的下酒小菜。他们涨红了脸的表情，变成了一袭春风，在我的内心荡漾。那一刻，我的人生终于升华。过这么久，还是没能。我明白，我是安息，我是虚构的，先驱报是虚构的，连我墓碑上那个李正的名字都是。
我甚至连块墓碑都没有。我不是安西，我怎么能是安西呢？讲话了，我要是安西的话，我这八百多度的近视摘下来，我应该能看见呢。对不起。你凭什么是我呀？我也是女人，你也是女人，凭什么你是真的，我就得是假的？荒谬，太荒谬。我是你的什么？精神力量？分身？还是他妈的一个影射？你说啊。我不是。不，为什么我的女儿西西永远也长不大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看看你啊，你连你自己都争取不了，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是我，我反对。我他妈是你想象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呢？我过的是什么生活？你说啊！我女儿还给我！我不知道，我不是我，把我女儿生活还给我！你让我感受到了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父爱。
我多么希望您真的是我的父亲。肖老师，讲话了，从小我就怕老师，可是我喜欢您啊。您上课的开场白永远都是那么生动。同学们好，今天不讲你死不讲我死，我们来讲讲西方历史。每次当我有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您总是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长大了要懂事儿，不是小姑娘了，讲道理呀，有些事儿这么做讲话了不对呀。丽丽，在我第一次参加舞会的时候为我挑选了一条红色长裙，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美丽坚强的女人。你帮我把头发盘起来，轻轻地告诉我，安息，你真漂亮。马瑞，每次在我觉得委屈难过的时候，是你站在我的身旁，对欺负我的人说，我反对，是你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可你也是我最担心的人，从小你就觉得自己委屈，你要去反驳，要去抱怨，你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当一名律师，把所有的委屈和抱怨都化成一句我反对。安息，说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是我的错，为什么他们都欺负我，我要骂他们，我要告老师。讨厌，你又学我。李正，我还记得你一次次为了赶稿在风餐露宿的时候狼吞虎咽的一块面包片，你当时突然就被噎住了，可你还是屏住呼吸盯着电脑屏幕敲完的最后几个字，才吐出那阵畅快淋漓的咳嗽。你就不能挤点好的？李正，你是我第一次崇拜的人，也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人，我可以抱抱你？我一直都是孤单一人，直到你的出现。杨猛，每次在我难过的时候，你总是会开着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载着我在环城高速上一圈又一圈的兜着风，我们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迎着风唱着你最爱的流行歌曲。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哎，你们知道吗，是他教会了我抽人生中的第一支烟。哎，讲点好。是他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对我说，安息，去他妈的学校，去他妈的工作，去他妈的规矩，去他妈的烦恼，都唱出来，喊出来，叫出来，去他妈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变了，老韩你开始变得不再关心西西，肖老师一块黑板擦就能击垮你上课的信心，还有你把所有男人都当作能让你过得更好的工具。马瑞，你终于当上律师了是吧，可是你的眼中变得只有利益，你变得安逸，你所有的文字都失去了力量。杨某，你变得暴躁，你不再是我那个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大哥哥了。自从我被送到这儿了，你们谁也不认识我，每次你们出现我都试着能让你们认清自己，我都试着能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和你们一起生活下去，我不想失去你们，你们对于我来说是唯一的，是真实的，是不可替代的。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好吗，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好吗。
扶到床上去。这是怎么了？快快快！他怎么了？他这个是受刺激太大，昏过去了。可是如果按照安息说的，永远都不分开，那咱们就要永远都待在这里。安息他要一辈子待在这个地方。这还不简单吗？我们几个先出去，回头再救他。你还没明白吗？咱们已经出去过好多次了。你就回来了。那让安息先出去，我们就可以留下。我们不用留下。他出去了，就等于我们出去了。这不，安息如果出去了，就说明他痊愈了。要是痊愈了，咱们也就都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和安息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一起留下来好不好？安息就得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地方。不是，你听我的，我们再试一次，我们几个先出去。我说，让安息先出去，让他走吧。他走了，我们就能。我们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一起留下来。让他走吧。我们几个先出去，我们才有办法想办法。先出去。好了，安息应该痊愈。我们本来就不存在。所以不是，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几个先出去。你听我说，让他先走吧，他不会把我们抛在这不管。杨曼，我就说吧，他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了。我们一起留下来。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留我们在这儿的。他只要我们不用想这么多，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想办法。对。但是我们和他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能留阿西一个人。不是，我们几个好好想想办法，让我们都能出去。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个先出去。我们出不去。这他我也想出去，我想出去。哎，你们出去之后想去哪儿？海边。蔚蓝色的大海边，在离海不远的屋，有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屋。小木屋背后是一片茂密的椰子树林，岸边停着我们自己的船，等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出海打鱼，游泳。等我们打鱼回来了，咱们在两棵椰子树当中加一个吊床，咱们呀吹着海风喝凉啤酒。我们还要在海滩上加一堆篝火，可以弹着吉他唱着歌。那个时候我的西西他会站在岸边跟我挥手，向我说爸爸我爱你。他那时候该过几岁生日了？李正，我就是有点怕。你说安息他一个人没关系，我相信安息，我相信他会找到更多的朋友，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海边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木屋，吹着海风倾听大海婉转的歌唱。他会穿着一身漂亮的裙子，捧着一本书，他的身边不会再有别人议论的目光了。不需要香烟和啤酒也能快乐的起来，还会有一个真正爱他的人。时间到了，我们也该走了。再见安息。再见，安息。
杨某，李正，丽丽，肖南，韩木山，马瑞，肖南，丽丽，你们都去哪儿了？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分开的吗？阿木山，马瑞，你们都去哪儿了呀？院长。院长，安心，你还好吗？他们呢？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去哪儿了？他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到底去了哪里？你快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安心，你听我说。